我们是冰冰兰，我是姐姐贝妮，我是妹妹亮。我们现在来到就是大阪、大阪、高岛屋、高岛屋。又到了秋冬的季节，真的气候非常的干燥。对呀、每到这个时候，在不知不觉当中啊，有些小细纹就会悄悄的溜了出来。那怎么办呢？今天啊，不着急，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寻觅一下解决的小办法，赶快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，走。乐敦制药呢，在日本是有着100多年历史的一家传统制药企业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它旗下的一款非常有人气的品牌，叫做爱必之。像乐敦制药企业的一些人气商品呢，相信大家一定不会陌生了，像欧巴制药还有乐敦的眼药水，在中国都是有着相当高的人气。像这样一家百年的企业呢，真的是对眼部的护理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和研究的。想要呵护眼部周围肌肤的朋友们，一定不要错过这款人气商品了。相信爱必之的这款眼霜一定会解决你所有的眼部肌肤的小烦恼，不要错过了。爱必之的这一套护肤系列呢，在日本也是有着相当高的人气。对，主要呢就是一个肌肤的紧致提拉作用。所以想要紧致提拉，让肌肤重生的话，选择这套产品一定不会错了，不要错过了。奇怪吗？开心吗？那么今天冰冰兰呢，也带大家找到了解决肌肤所有烦恼的这样的一个秘密武器，有没有让你有些心动？好了，不着急，只要观看我们的节目的朋友，前20名朋友就有可能得到我们爱必之为大家挑选的礼物，就是它喽。好了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，一定不要错过了。更多的精彩，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、微信，我们在塔克西米亚高岛屋等着你。再见，拜拜。